成人天籁嗓惊艳，曾击败小虎队夺金曲奖。观众注意，也是铁肺歌手来者，可以拉出25秒长音，现场听众超惊叹。是曾宝明，背景也曝光了。我们两位是来自台湾的知己二重唱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第一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就是知己二重唱。1990年第一届金曲奖击败小虎队，拿下最佳组合的知己二重唱，由吴志华、曾宝明组成，也是台视五等奖五部五冠得主。1989年出道，发行首张专辑《一点点不同》。一点点不同，也不算是错。一点点不同，就像是自由自在的风。一溜烟的就唱了快30年了。2018年曾上路《纵梦想的声音》第3季，获林俊杰称赞。今年多在台湾各饭店驻唱，嗓音完美不变。